上面有很多农药或虫卵的，小心拉肚子。那要怎么洗啊？跟我来。葡萄连蒂一起剪断，不要露出它的头皮，它会冷，影响口感。半勺盐，两勺淀粉，搅66圈，给它冲澡，葡萄就洗好了。毛桃体毛旺盛，抓一把盐，给它做一个盐一马杀鸡，毛桃就乖乖的掉下来了。用清水冲一下，你看着脱完毛后就光滑的触感，完美。草莓，先把草莓蒂摘掉，水里加盐，小苏打，泡上5分钟，脏东西立马就出来了，冲洗几遍就可以放心吃了。桑葚，先用水冲走表面的脏东西，水中加盐，泡上5分钟，再用水冲干净，这样就不会吃到残留的农药了。